越位了，越位了，越位了。下半场比赛，国安队的第一次越位。国安队故意把比赛的节奏拖得很慢，哎，这球很聪明，传，这球要传个地滚不是更好吗？对呀，所以说这就是刚才曹东叫咱们俩头球有了，机会球进了，2-0，二比零，漂亮，上场就建功。这是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的时候，埃里森上场以后第二次触球，来自巴西的前锋就为北京国安队攻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。嗯，这就是应了邓小平当年那句话，不管是黑猫白猫，现在是不管你是叫阿尔松门德森还是叫埃里森，进了球了就是好队员。哎，从这个队员上场这两次触球啊，质量非常高，一次是做球，非常的清楚，第二次就是打门。点机会，打门被扑住了，再打又被扑住了，连续两次射门啊，这样的比以往的训练量和强度都是要大很多。不错，马丁内斯没有传起来，有一个角球。对这种阵地战，传球速度必须得快，不能在自己的脚下锅待更多的时间，必须把球动起来。马丁内斯，对，同时增长了多少？对，我记得当初在好的再快，不能在自己的脚下锅待更多的时间，必须把球动起来。马丁内斯，对，替补席上看还有王长庆，还有杨浩和陆江，但是我们从现在来看，王长庆没有传到位，给了角球，马丁尼斯，阿尔松。他采用基本是两个盯人，一个拖后，3-3的一个打法。他针对的实际是有力。比赛得分就一秒钟就可以。对。对方犯规了，任意球。他采用基本是两个盯人，一个拖后，3-3的一个打法。他针对的实际是有力。看看国安队，回到阿尔松的右边。中前场抢劫很凶，哎，阿尔松，看看国安队，回到阿尔松的右边，放慢了进攻的节奏，中前场抢劫很凶，哎，阿尔松。现在申花队基本是，你如果把国安队把球控制好了，他连追的你。对，现在我们国安队在包括前几场的比赛，这场比赛完全都有机会，是吧？挪到左脚上来，其实人家防到左脚了。好，这边还有机会，敲到中路，门摆回来，对方的门将张磊是把球抓到了手中，吹三。现在国安队啊，看起来有一点儿有意的放慢节奏。好，主裁判判深圳队的防守犯规，这9号小马丁内斯还是比较好用。那其他两个外援阿德拉尔多都没上过场，阿尔松呢也是表现。这现在已经打到下半时的13分钟了，接传打到右路，没有能够完成。还在关，可能有的比赛啊，这重要程度低一些，
可能相对的重视程度上稍微。